歌唱舞蹈，还有幸运抽奖
等助兴节目，总想让大家趁兴而来，奉则奖品，尽兴而归，顺便有劳各位在座朋友转达向来还没有参加此参会的朋友们问候和邀请，明年务必踊跃参加，望明年的集会会更热闹更成功。最后我想把现场情况概括成一首七绝浅夫之处，请大家包容指教。熙熙攘攘闹哄哄，美酒佳肴香烟红，天涯路远不问候，历尽沧桑又相逢。青衣莲步舞翩翩，袅袅歌声更绕远，今朝笑语同欢乐，相聚相约重聚在明年，请大家明年再重聚，谢谢大家。我们要请的是郑文静先生哈，好，有请郑飞成先看那两位上台好吗？这样子照相摄影留念比较清楚一点，好。好，就我们刚刚念到在念到名字的就请上来哈。郑飞先生、林飞先生、王顺清先生、黄炳和先生、马慧芳女士、林玉月女士、方雪清女士、辛朝胜先生、中年女士、许习清女士、陈炳南先生、黄穗云先生、黄穗云先生、李香莲女士、刘慧雅女士、江国彪先生、卓尊忠先生、文植先生、李文才先生、韩日勇先生都有了哈。好，大家都有啊，非常幸运，今天就是郑老尊贤，就是特别鼓励我们八旬老人家。好，谢谢你们。所以呢，第一个节目应该是风情万种的旗袍舞啊！好，大家，我们世界上的服装旗袍是最风情万种的，对吗？好，这里的这几位女士，这几位小姐，哇，每一位穿上旗袍都非常的漂亮啊！好，现在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我们第一个节目《风情万种的旗袍舞》。
现在呢又优美又带酷的啊四十五号。好，谢谢。各位各位，大家话好睇嘛？你都好最美嘅时候嘛？那以前呢，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它前面这两只脚，脚趾是交叉的，所以当时叫做交趾。实际上。五号，我们有37个礼物。OK， 上去。我们有37座哦，30个礼物。所有的五号，每一座的五号都有一份礼物。哎，你们现在记住哦。所有的五号哈、哦、的礼物，记着你们那一座的五号 ，OK， 最后一个号码五号，等一下我们再来抽这个礼物，现在还没有，还没有哈、哦，你们记住你们的号码五号，这是十三号，这是十三号，然后在九层，每个九层的号。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和你，我的爱和你。我们有26餐券哦，30块一个是海参酒，888海参酒哦，海参大酒楼的餐券30块，有20张。各位嘉宾，这里是要向大家声明一下，就是你在票根后面有自己的那个有影子，就可以留下来等一下。留下来，我们作为安慰的，然后每一座有一个。035603160229008101480081里面有，里面有0091啊，对呀，0059你背的不？背的不？0343
个麦克风交给你啊。
你要什么？
车里面。要什么呀？你要什么呀？你是谁？买多少钱的自由？你要什么呀？你要什么呀？天的水果都是我真的想要。你要什么呀？你要什么呀？你的行为从来是我的担忧。你要什么呀？你要什么呀？
Wow, thank you, Tim and Mark. Cha-cha and Saba. 还有李基福先生，有请上位再度上台抽第二轮的。Thank you.
寂寞也只是我的狼狈。我来，我随唱歌啦，好不好？好，我来。
Thank you.
0282001，0044，0044，0355。